当然一定可以的，没问题。他的炒饭很好吃，好吃，全世界最厉害的炒饭。嗯，差我一点。女朋友，那教练怎么办？我会丢游泳圈给他。哦，很多呢。你可以讲一个吗？嗯，就是他这个太抱怨了。你其实还好哎，没有。没有没有，勇士队，因为想当 Curry， 投啦，嗯，要看那天心情，随便比，嗯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没有想篮筐，没投进呢，就笑笑带过，先输机，一分，有啊，打到没有球没有接到打到头，玩手机都很好，大家都是差不多。王金宏廖旭恩。